2020第65集，米勒多事件。第二天，当局宣布涉案的152个人，13起诉，2月20日，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黄胜介、施明德、张俊宏、姚嘉文、李秀莲、陈菊、林义勇、林鸿轩等8人，另外30多个人在普通法院被起诉，91个人被释放。就是律师团在陈继承律师甲张德明律师的主导协助下，替全体被告组织了一个15位的辩护律师团。江明坚、郭杰林、尤清、张俊勇、郑姓祖、陈水扁、张正勇、郑庆良、卢传胜、郑冠礼、张辉元、高水晶、谢中廷、李胜勇、甲苏正昌。15开庭3月18日起，连续9天，警总军事法庭开始审讯8名叛乱犯。各位小姐、各位先生，你好！啊，咱即马过来2020第65集。啊，米勒多事件抓抓几大堆啊，拢总抓起来是152个，啊，8人加上军法处用叛乱罪起诉，另外呢，91个人呢，甲普通法院，要判罪判扰乱秩序有无安尼？啊，这8人就是陈菊、张俊宏、黄胜介、姚嘉文啊，这个林义勇、林鸿轩啊、施明德。什么地方也嘛抓到啊吼！啊，这个啊，个李秀莲，两个查甫，啊，这叛乱罪起诉。啊，阵个呢无有叛乱罪，啊，但咪是甲叛乱罪差不多啦，吼！啊，这个安尼以外，因内底因为。这个国际压力吼，哈、啊，这個、要公开审判，哈、啊，要公开审，啊，这个我难免下次再来讲，啊，即摆都这个律师团哦，这个陈陈志胜加陈继胜加张德明吼，去招。一群人来替这些人辩护，有诶有钱，有诶无钱啦，诶，因也无咧计较啊。啊，这些律师呢，我来读给大家听：江明坚、郭杰林、尤清、郑庆良、李传胜、李传胜就是李秀莲因阿兄啊，啊个郑冠礼、张辉元。啊，高水晶、
谢长廷、李胜阳，啊，佮苏定昌，啊，这真热闹咯。国民党哦，真够爽啦。但是呢，即、这个国际压力之下，互因公开开庭吼，针对你遮个辩护的，内面我会直接来讲，啊，至少我就干啦，先补充个遮，先讲一个安尼就好，吼、哦。